白 hair 生发植物诊所，传承知名植发诊所多年美式植发的医护团队和经验，融合新的韩式植入技术，巧妙运用专业的仪器分析，在复合式微创隐痕植发的技术上不断的精益求精，以达到与国际接轨的水准。胡子造型与美型时髦更是买 hair 生发植物诊所追求的极致项目，透过精致巧手和细心的沟通，依照个人的脸型、头型和气质，为男人们打造更有魅力的胡子鬓角，为女人们呢天真柔美的柳眉云鬓。现今社会快速紧凑，疫情下高压环境呢，导致许多人有落发的问题。买 hair 生发植物诊所有提供全套生发疗程，活氧、雷射风法、平衡释压养护，来呢帮助养护和生发，解决落发问题。养护的疗程呢，可让头皮深呼吸，吸附毛囊皮脂腺多余的油脂跟这个脏污，维持皮脂腺的这个平衡，调理头皮健康的状态。风发疗程呢，则是改善落发或是发根老化的问题，以及呢诊所提供了专为落发困扰的独家生发配方，让成分呢精准的深入头皮，达到风发成效。疗程呢为任何年龄层呢都可以进行，尤其针对头皮的容易出油、头皮屑多、容易泛红瘙痒、落发困扰者，其改善的效果非常的卓越。台湾男性许多人有雄性突基因，落发问题呢容易影响外观自信，如果有发现自己开始有发际落发、头顶秃头的状况，建议呢及早至诊所检测治疗，先确定是否为短期的问题。另外，落发患者也可以观察自己的父母或者是亲戚，那边是不是有秃头的状况，因为雄性秃基因是会遗传的哦。如果父母或是亲戚有落发、头顶秃头的状况，你可能就有很高的几率会被遗传。提醒及早随时注意自己的落发状况，延缓落发，保护好自己的毛囊，预防秃头。有任何落发的问题，都欢迎与我们联系。My Hair 生发植物诊所将提供您最顶尖的服务。My Hair, My Style。我是太医生医集团总院长黄仲立医师，谢谢你收看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